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老。主播中午吃午饭呢，我着急看电视。干嘛？我着急洗碗。有钱赚，干嘛？你如果用这个锅盖能把这个鸡蛋敲碎，我就给你1000块钱。说到做到，不后悔，不后悔，可以。怎么还没敲碎啊？给你机会，你这个钱都赚不到，真的是。你来，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吧？哎呀，闺女在家呢吗？在呢，怎么了？那啥，你能不能给我转500块钱呢？我有急用。你说啥？你能不能给我先转500块钱？我有急用。哎，闺女在吗？这咋不动了呢？能听见吗？喂。哎呀，你们这网有点卡呀。我等你一会儿吧。不了了，小样还跟我装，赶紧给我转500块钱，挂了。远点，坏了赔不起。这个车不错啊，回去给咱员工每人赔几辆。感谢摄制组啊，终于体验了一把有钱人的感觉，爽。那个服务费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OK。哎呀，这人有病吧？道歉也不说一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再来一下。哥是差的4700万呢。您有50吗？50，我有那么难吗？我有那么难吗？说白了，50，我妈都没有50呢。上次才考了6分，这次考了90分，进步挺。说，那个铃是不是你家的？不是啊。真的不是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都说羡慕咱俩的爱情，你打我干啥呀？哎呦我打你一下，你就非得还回来。你打我凭啥不还回来啊？像样的，你是不是应该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手该打我打坏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咋那么有病呢？我那么贱的呢？我打你咋的？你打我干啥？我打你咋的？打我干啥？我打你咋的？你打我，你有病啊？你去给我买了呗。我这刚下班，你就不能让我歇会吗？你去给我买了呗，剩的零钱都给你。零钱都给我？对，零钱都给你。好，冰棒是吧？对，冰棒。剩钱啊，你不是说都给我吗？我说剩的零钱给你。
的了？这是啊？咋的了？啊？我肚子疼。哎呀，肚子疼咋整啊？你这一喊我可真心疼啊，咋办呢？快点有暖宝宝，给我拿着贴上啊！暖宝宝那玩意儿能好使吗？你贴就完了。好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还真好使。你不喊我也不闹挺了。嘿，我打游戏去了啊，别动啊，贴上。宝宝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先睡了。关灯了。不对呀、啊，现在怎么才10点钟就睡觉？为什么这么早睡？以前他都会陪我到很晚才睡觉的，今天居然自己提出要早睡，从来都是我说睡才睡，现在我就说了一句话就关灯了。说起来，我们也很久没有一起好好聊过天了。那他每天在跟谁聊天呢？跟别人聊累了就跟我说睡觉了，今天10点钟就睡了，明天可能就不回家睡了，后天可能就跟别人睡了。李元泰，你个渣男，你背着我跟别人睡觉啊？你去找那个女人去，你在这睡着干嘛去了？真的是被良心被狗叼了，真的是。有人。什么造型啊？请别治啊！哎，闺女，你过来来。咋了，爸？我今天晚上同学会，来，你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？是不是行？看。哎，爸。啊。你这后面有点皱啊。哎呀，你赶紧给我弄弄。哦，那我帮你拍拍。弄平啊。嗯。好闺女。别笑。好了。小明，真好，心细呀、啊。行了。我走了啊，嗯，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妈，怎么样？干得漂亮，闺女。妈，龙爷走了。去了。嗯。怎么了，妈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我闺女啊，今天特别的漂亮。走了。去吧。哎呦，你妈！那鬼刀一开。不见的走位走位。那都是不一样。哪不一样呀？我喜欢男人，而你却喜欢女人。我喜欢男人，而你却喜欢女人。我刚才在大街上看见你媳妇儿一直在咳嗽，人越多咳嗽的越厉害，她是不是得什么病了？得什么病啊？她不刚买个貂吗？哎呦我的妈！